来，名次哈，以后就用这个可以算一下您家儿子的地理名啊，不过不太可能啊，因为老师不会给你成绩单啊，不会给你全班的成绩的啊，哎，老师可以算啊。来，点到这一格，它 rank 是属于哪一种函数啊，同学？记一下哈 ，range 是属于里面的统计函数哈 ，rank 啊 ，range 不是 range 啊 ，rank。R A N K 哈，它是在我们的 R A N K R 开头的哈，在下面这边，这里 R A N K 哈，这个好，三个栏位，如同黑板上所写的，第一栏就给前面这个点一下，我们主要是要判断说这个总分，这一格的总分，以全部来看，它是占第几分的意思。 好，它是占第几名呐、啊？不是第几分，第几名。好，好，第二栏点一下呢，把整个范围选起来，记得锁起来。OK 了，第三栏给它零就好，就这样子，非常的简单，确定。来，第九名哦，按住右下角往下拉，第一名跑出来了，谁？272。 总分272，全部里面的第一名。好，来各位交给你了。哦，这函数还算蛮简单的哈。来一个，你可以等算出来，把名次算出来之后再排序。好，你可以把名次呢出来之后，你再去做排序也可以。